除了守门员以外，手很好。我刚刚看到他答案，他说手。这个超可爱的迷你足球赛在五堵国小展开，参加队伍有36队，幼儿组24队，国小组计12队报名。为了提供小朋友在足球运动有更安全、友善的环境及训练品质，市政府在硬体设施上花了近600万，新建本市第二座人工草皮球场。我们基隆市非常的荣幸，然后现场看到小朋友家长们这么热情的参与，我们觉得很感动。在这么棒的一个环境底下，让小朋友能够安全舒适尽情的来进行这一场比赛，这么多的队伍，这么多的球员都来热情的参与，我们要感谢非常多的一个赞助单位包括我们学校以及我们迷你足球协会，还有我们很多的赞助单位，大家共襄盛举，促成这个这么棒的一个活动我要代表基隆市政府对大家表示谢意，谢谢大家。比赛现场也安排了花式足球的互动表演，展现精彩有趣的花式足球特技，让小朋友看得掌声连连，目瞪口呆。小朋友基本上经过训练后大概2到3年就可以做一个表演了，对。那我自己本身因为学蛮多东西，所以我前前后后大概练了快10年，对。那小朋友的技巧来说，因为小朋友刚学，那所以他其实很多东西是有潜力的，对。他的方向不一定有一个制式的方向，就可以按照小朋友自己他擅长什么，那他可以做什么事情的东西，对。小朋友们努力奔跑，现场洋溢着欢笑与加油声。这个以游戏为主、竞技为辅的足球教学方式，让孩童在游戏过程中爱上足球，也在竞赛中学习成长。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